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异趣园。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工程车小人要去送圣诞礼物了。要送给谁呢？哦，是送给汪汪队们。汪汪，毛毛看到他开的也是消防车呢。我的消防车和你的可不一样哦，我这上面还有一个大靴子呢。哦，这么特别，还有一个靴子。这不，里面还装了好多好吃的，这些都是要给汪汪队们的。看看，还有干脆面、小馒头、糖果，还有一袋，也是膨化的零食。汪汪队们都选好了自己喜欢的零食。先来看一下毛毛选的这一袋，毛毛闻到了甜甜的味道，还有花生呢，赶紧尝一尝。嗯，是甜甜的焦糖味，还有牛奶的味道，脆脆的。再来尝一下烤花生，哇，烤得好香好香，真好吃。接下来剪开阿奇的这一袋干脆面，哇，闻起来真香。不一会儿阿奇就吃掉了一大半，哈哈，实在太好吃了，是酱油鸡肉味的。这一袋是灰灰选的，是什么好吃的呢？看起来有点像炸鸡块呢。哇，闻起来也太香了吧，一定非常好吃。嗯，果然是蛋黄酱味的，还真有点像在吃鸡块呢。好了，那最后看一下小丽的小馒头和糖果。正好小丽肚子饿了，多吃一点。小馒头甜甜的，吃到了鸡蛋还有米的香味，好吃。哇，糖堆得好高好高。哎，好神奇啊，一到口里就融掉了，就像喝汽水一样，是汽水味的清凉糖。好的，他们的圣诞零食都吃完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辆消防车，这上面有一个云梯，可以抬起来，也可以旋转哦。哇哦，毛毛看到好想上去坐一坐。好啊好啊，当然欢迎，上来吧，耶、yeah!好了，今天的圣诞零食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最后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